哎，我们到医院了。医院本来8点就关门了，还跟大夫打了个招呼，得谢谢人家，人家没关门。哦，对了，老粉，请把大夫要接下来要说的话打到公屏上。这也太小了，这有20天吗？没有，这就是哪有20天？2周嘛，这也就奶带了吗？带了，都带了。嗯，吃，他们还想嘴撞。嘴撞，走，这先给他掰三分之。摸都给他什么好了？我，啊，你这大鱼够好的，他饿了又嗷要吃了。他是凶呢，还凶呢，你小逼崽子，你还挺凶的，啊，进去吧你。我的妈，这哪有20天？这就是十天多点儿。嗯，就十来天。嗯，出不来吧。出来你看看，有一个还地中海，这脑瓜顶，你看看我们这脑瓜顶，哪个？这个啊，嗯，全身是白的，脑瓜顶一片黑，身上也都黑。这事儿应该没虫子，它是从煤堆里跑啊，煤堆里的，煤堆里才发现的啊，就要么这么黑嘛，谁这么有才？哎，这猫妈得急死。猫妈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看见好几天了，3、4天了，尸体都浮着啊，这么可怜。嗯，他们几个怎么回来的？不知道，就说发现的时候还在吃奶呢，就这样了，还吃呢。不行，得给他找个挡板给他挡着，能感觉能钻进去。现在这几天，头几天这2小时喂一回。嗯，我就说要是没什么传染病，我就接回去给他们隔离。嗯。我喂呗，喂呗。现在反正传染病也不至于有，这么小猫哪有啊？超过30天以上才能可能有吧。我就说这么点的话就没啥问题，我就喂着吧，要不然搁医院，嗯，这几个身价就够高的了。没别的事儿，这么小也干不了别的，去也去不了床。嗯，是就隔离吧。传染病也测不了，就这么着。我们给它腾腾地儿，然后回去我们自己喂呗。嗯。吃嘛吃嘛吃嘛，啊！你是要吃饭吗？凶！你还凶呢？你这么点儿，长得好看。啊，挺漂亮的。人家在镜头里更好看。镜头里显白。150一只，一个晚上。那这是算的。嗯。那晚上和白天不一样啊，白天的50就算了。明天白天的话，就能一白天一晚上。对啊，一白天一晚上。明天把他们弄走吧，明天收拾收拾给他们腾地儿吧。600块钱就买了。四个加上明天白天就800了，你明天一早来接他们吧。还有什么折扣吗？还有什么折扣能算一算吗？你主要是夜里，你不像白天放着，他这晚上没人也不行啊。唉，他不像那个大点的猫，你晚上不用管，把这吃喝一放，但我花不了多少钱，1天80也就够了。你们这还需要看护？对，你看看他晚上现在能自个儿吃，你们就别看了，不看了这能不能打个折？当然了，不管我没啥事，能睡觉了。主要是一宿睡不了觉了，你得挨个喂啊。可不嘛，你以为照顾这几个小崽轻松啊？要不怎么说你能弄这玩意儿，还不如自己养。但是没啥毛病，到不到医院都无所谓。尤其是这种小奶猫。不是说放矿这一个花钱，第二个你放这不安全。嗯，明天白天我们收拾完过来接他们，下午来接就行。安不安全我都担心，我现在就担心花钱。主要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你开这么凶。嗯，搬走吧。晚上你干啥看着呀？我看着一会儿那个。他主持大夫，他还看一晚上，明儿歇菜了。我主要看看这几个挺好玩的。你养不养？我咋养啊？我在想养，我怎么养啊？是不是长得还挺漂亮的？我喜欢那白的。咱还回去赶紧拾了拾了，明天给他们接回去，省一天是一天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白天不算钱，而是晚上这一宿盯着晚上，人家明天上不了班了。嗯，对，就算了。可能明天的话，白天也不用算钱，你就8点之前来接，随时都行。晚上8点是吗？晚上8点之前，好，随时来接，反正也白天也不给你算钱了。行，那就走了。谢谢谢谢，嗯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